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站起来 jump jump？ 别急，结合路跑与派对的 Music Run by Coco 即将席卷台湾，不需要严格的跑步训练，不分年龄，不限体能，只要你爱音乐、爱运动，就一次让你嗨个够。那我们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正面意义的，因为我们选择的音乐，它有正面能量，然后可以鼓励大家，然后我们同时也可以引进有各种不同 style， 那让各界喜欢音乐的人，譬如说他是喜欢街头艺术的人，他可能是喜欢舞曲的人，他可能是喜欢一些流行元素的人，他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 哇塞，也太酷了吧！每一公里就是一个音乐主题，而且歌单还是由跑者们亲自上网票选，让最流行、最 hit 的音乐陪大家完成5 K 路程，然后迎接更盛大的音乐 party。金曲饶舌天后葛仲珊也会到场一起高唱，打破它。没错，The Music Run by Coco 就是要打破一般路跑形态，带给跑者们最独特的体验。7月11号泸州微风运河，9月26号高雄义大世界 ，Together Let's Run and Party。The Music Run by Coco 超酷的，耶！YTV 新闻采访报道。